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请坐。我叫李燕。从今天起，我将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虽然我还叫不出同学们的名字，但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相识，并且成为朋友。你们说对吗？对。好，上课。明明妈呀，你这么多天了不吃不喝的，看这怎么能行呢？你得想开点啊。啊，啊，张婶啊，你风湿性心脏病那么重，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是啊，你这样不是坑害自己吗？你不管自己，这总得为孩子想想吧。啊，孩子还不到十岁，这个家你就不过了。姐，喝点水吧。哎，喝点吧。姐，你总不能把自己熬干了呀。还是把骨灰盒送回去吧。不，不行，他还没和我们娘俩说句话，他不能去。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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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好孩子，妈妈也不哭了。
小心点。明明，明明，快洗脸吧。嗯，快来。洗完脸了，嗯，我看看，来梳梳头吧。妈，老师让我快点交学费。跟老师说一下，等妈妈过几天开支了就交啊。那可不行，全班就我一个人没交了。妈，爸爸真的再也不回来了吗？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了呀？妈，妈，别这样啊。妈，你别生气，都怪我。妈不怪你。妈，我怕。别怕。妈，别有病，我听话，再也不提爸爸了，行吗？别怕。妈妈好点了。明明，妈没事了。妈，明明，去把木梳捡起来。你看，我自己会梳头了。来，过来。妈，你看行吗？嗯。好孩子，饿了吧？嗯。不饿，我不饿。妈，我去给你倒点水喝啊。哎呀！哎，妈，你怎么又下地了？你都犯病了，不能乱动了，快在床上好好歇着。啊，给靠着。妈，没事儿，我去买几包方便面吧。不行，你不能总不吃菜呀。那。晚饭我做吧，能行吗？没事儿的，不行。哎，你别动，告诉我怎么做，行不行？你还太小啊，让我试试吧。毛毛，明明没有爸爸了，妈妈的病也更厉害了。毛毛，以后只有明明一个人照顾你了，你要好好的听话，行吗？毛毛，我要干活了。你在哪儿呢？明明啊，先把炉子里的灰掏出来。哎，明明，
先放上纸，再放上小木块，小木块上面再加上煤。知道了。把纸放在最下面，怎么能点着火呢？妈妈是不是糊涂了？婷婷，点着了没有？马上就点着了。明明，快去开窗！明明。老师，张明，我的学费怎么全是零钱？是你自己攒的吧？嗯。为什么要自己攒的零钱交学费呢？李老师，钱我数过好几遍了，不会错的。大的一元，小的七毛。我找你钱。妈妈，想我了吗？别着急，一会儿就喂你饭吃。我回来了。明明，买菜了吗？买了。哎，妈，你怎么又下地了？大夫不是说不让你下地吗？妈不能总躺在床上啊。那你别洗衣服了，一会儿我洗。快洗洗手。妈活动活动行。妈，中午吃饭了吗？啊，吃了。吃饱了吗？看你是不是又跑了。妈，我给你买西瓜了，快吃吧，解解渴。
明明，哎，作业多不多呀？不多，一会儿就能写完。嗯，来，把西瓜吃了，再抓紧写作业。哎呀，我爱吃西瓜，可能是小时候吃多了。快张嘴呀！嗯，甜吗？嗯，甜。甜就全吃了吧。你也吃。妈。吃吧。嗯。妈。啊。明天又到了学琴的日子了。老师教的曲子还会弹吗？嗯。妈，我还学吗？为什么不学呀？我。明明啊。听妈说，妈再苦再穷也要供你把琴学下去。你已经学了四年了，何况这也是你爸爸的愿望。嗯，明明，明明，明明啊，明明该起床了，听着没有？妈，几点了？差五分钟，七点了。呀，完了，全晚了。慢点，慢点下，你别着急，妈妈把饭都做好了，急什么？今天我值日。你看这孩子，你也没说值日啊。我来了。嗯，你知道老师为什么叫你来吗？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最近的表现、学习都很反常。今天的值日是不是来晚了？你看你的作业，字写的也不如以前工整，不该出错的地方也出了错。你可有些退步了，为什么？怎么不说话呢？你是个中队干部，这样下去怎么行呢？马上就要重新选举班干部了，同学们还能信任咱们吗？老师，我错了，我改，我一定改。老师相信你会赶上来的。只要你找到退步的原因，振作起来，同学们还会信任你的，对不对？老师，你相信我吧，我能改好。哎呀，从前我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是爸爸突然去世了，妈妈的病也越来越重，我的家就像房子塌了一样，失去了顶梁柱，也失去了欢乐。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了，我必须学会做一切家务，像爸爸那样管理好家，照顾好妈妈。我还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好自己的事，更加努力地去学习。爸爸，明明对不起你，明明做错了很多事，明明的两道杠可能保不住了，爸爸，你能原谅我吗？
明明，你怎么了？快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呢。我马上就睡。我知道，妈妈心里很难过，她天天都在想爸爸。我妈真可怜，可妈妈不了解我，和别人说我不想爸爸了，其实我可想他了，我都梦见好几回爸爸了。可我在妈妈面前不敢说想爸爸，我只好把对爸爸的思念藏在日记里，每天偷偷地和他说会儿话。妈妈的病越来越重，我该怎么办呢？爸爸没有了，妈妈就不能到北京治病了，家里就这么一点钱，我怎么给妈妈买好吃的东西啊？怎么给妈妈补养啊？说，聊，不要聊，聊通。啊，别打。小朋友，嗯，张明家是在这住吗？就在这三楼左边。啊，好，谢谢。三个八。小姨。啊。你叫我蒸馒头呗。哎呀，着什么急呀？你呀，先学会煮饭，然后再学蒸馒头啊！我都会煮饭了。
油菜怎么做呀？咱们炒油菜，怎么样？嗯。张宁宁，李老师，你们娘俩做饭呢？啊，不，我是他小姨。哦、啊，老师，咱们屋里做吧。走。姐，宁宁的老师来了，这是我姐姐。啊、哦、啊，你好，是李老师吧？哎，老师您请坐，快坐吧。好，快坐下。怎么，您生病了？我姐姐病了好多年了。李老师啊，李明在学校是不是给您添麻烦了？不，我是刚接这个班，对孩子们的家里情况我还一点也不。我姐夫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后，我姐姐的病就更严重了。我又帮不上什么忙。你看这个家里里外外一大摊子事儿，都落在明明一个人身上。这孩子还不到十岁，真够得呛的。李老师，嗯，明明还小不懂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尽管严加管教。我实在太粗心了，只顾抓学习，家里的情况真的不了解。这么重的负担真难为孩子啊，李老师，让您费心了。妈妈错怪你了，妈妈看了你的日记。你要想爸爸，就说出来啊，别憋在心里。为了妈妈，让你受委屈了。妈，你别说了，别说了，明明今后再也不让你生气了。孩子，妈妈不是个好妈妈。不，你是个好妈妈，是个好妈妈。好孩子，要记住，无论咱们多困难，家庭负担多重，都不能影响学习，不能耽误学校的一切活动。爸，你不会怪我吧？妈妈看了我的日记，又流泪了。都是我不好，惹妈妈伤心。爸爸，明明今后再也不写日记去睡吧，妈没事儿。好妈妈，答应明明，把爸爸送回去吧。孩子，这是爸爸的家呀。妈妈，爸爸再也不能回来了，你整天守着他，他也不能跟你说话。你放心，我会比爸爸更好的照顾你。妈，你也应该为爸爸
想想，他在那儿有那么多的伙伴跟他玩，你把他一个人关在家也太苦了我爸爸了。妈妈，妈，我给你跪下了。快起来，好孩子，快起来，起来，起来吧，听话，起来。妈，求求你了。答应明明吧。好好，妈答应你，妈答应，快起来吧，起来吧。去把氧气袋拿来。啊！妈，空了，怎么办呢？妈，你吃药吧。你去睡吧。啊！妈，好点了。好点了。妈。我去医院灌氧气，你坚持一会儿。不行，我马上就回来。你回来，没事的。别着急，阿姨马上就给你灌好啊。孩子，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看你淋的这个样子，哎，真是的，黑灯瞎火的多危险呢。你看，啊，赵大夫，我送孩子回家吧。你去吧，有事我处理啊。好，谢谢奶奶。
他的风湿性心脏病已经发展成顽固性心理衰竭。那没治了？如果手术治疗，还可以多延续几年，否则随时都有猝死的可能。主任，他们家就娘俩，孩子又小，你们就把他收下吧。啊，你们单位连押金都拿不出来，我们怎么收病人？那好办，押金钱我回去一定想办法把它交上来啊。有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八三五六，三八三五七，三八三幺九四十一。米米姐，米米姐，跟我们玩一会儿吧。米米姐，我给你吹泡泡。姐玩一会儿吧，我给你糖吃。米米姐没有时间呢，还得回家做饭呢。一会儿，米米姐别闹了，一会儿给你们忙忙玩行吧？啊，米米姐跟我们好好玩了。奶奶好。妈，今天好吗？妈，我给你做的肉丝面。你吃了吗？我在家吃完了。妈不着急吃。嗯，到打水的时间了，快去打水。啊。阿姨，满瓶有水吗？暖和里有水。啊，谢谢您啊。奶奶，我给你打水去。小心别烫到脚啊！明明啊，你可小心呢啊！哎，看这孩子多好，进门就干活。明明，妈，有什么事儿吗？该睡觉了。不晚，我再学一会儿。这不是咱们家。别影响人家奶奶睡觉。嗯，饭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否则对肠胃不好。快吃吧，张明明。李老师，你们俩还没吃饭吧？我让他先吃，他不干。你想说？走吧，先吃饭，等吃完了饭呢，放学咱们一块儿去。饭都凉了吧？没事的，老师。谢谢老师。你怎么带那么少的饭呢？这我还吃不完呢。嗯，净吃零食了吧。张明明，你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妈妈又生病了吗？妈妈住院了。快吃饭吧，饭都凉了。老师，我不要。明明吃吧，吃吧。你还是个孩子，不应该想太多的事儿，这样会不利于你的健康成长。像你这样的年龄，应该想说就说，该笑就笑，玩的时候就有玩的样子，不应该老是心事重重的，否则不就成个小老太太了。快吃吧。叔叔。啊。叔叔，这鸡多少钱一斤？4.5。嗯，
买吧，小朋友。这只多少钱？22。那那只呢？16、17吧。叔叔，我想买半只。小朋友，半只不能卖，你就买只小的吧。送多少钱？来，给我拿把香菜。来一把。啊，1块，拿好，给我一把香菜。嗯，妈妈，来呀。咦，香不香？说话呀。毛毛，妈妈住院了，他的病越来越重，妈妈太需要补养了。明明没有钱，我可怎么办呢？爸爸没有了，明明不能再没有妈妈了，你说对吗？毛毛，我也舍不得你，你别怪我，我真的不忍心，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太需要妈妈了。毛毛，你能原谅我吗？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明明，哟，你怎么哭了？赵爷爷啊，我求求你，帮我。哦，是让爷爷帮你喂几天毛毛，对不对？没问题。啊？不喂，我要给妈妈补补身体。啊？你要杀毛毛？明明，你真舍得吗？啊？赵爷爷啊，你就帮帮我吧。妈，你猜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香吗？香。明明，我女儿啊，现在成了名厨师了。明明，花这么多钱买鸡，不贵，我就买了半只。花多少钱妈也不知道，你就蒙我吧。我从来就不会蒙人。你就会哄人，对吧？妈，我今天参加学校的美术班了。报名的人可多了，老师让我免试。为什么？我去年参加市里的图画比赛，不是得个2等奖吗？看把你得意的，不许骄傲。跟妈一块儿吃吧。你吃完了我再吃。你要不吃啊，妈也不吃了。你多吃我就吃。哦，你吃吧。明明，你怎么了？
没什么。这才是好孩子。明明。你没少为明明操心呐。有时候我真照顾不过来，班里五六个父母离异的孩子教育起来很困难，像明明这样的好学生我也就照顾的少了一些。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时候也很不懂事儿，你对他严点儿，这没坏处。小树也得慢慢长嘛。哎，对了，这次明明考试又是双百，荣获年级第一名，你该为他高兴了吧？你真是个好老师，孩子交给你，我一百个放心。同学们，我们今天画的是欢乐世界，看看自己的画面是不是用美丽的色彩表达了主题。同时呢，同学们要注意绘画姿势，要真画真看啊，真正的欣赏自己的作品。哎，不直。嗯，几点了？手的姿势。哎，对，五点半了。要记住啊。好，很好。你每天要保持一定的睡眠。大夫，我的病还能治好吗？能治好，你放心吧，不要胡思乱想，要乐观一点。你的下肢已经开始麻痹，你一定要好好的配合治疗，不然会导致下肢瘫痪的啊。对，药物治病，精神也治病，你一定要有信心啊。妈，用您目前的情况看，我看只有加大药的剂量。我看还是慎重一点的好。不妨试一试。阿姨，我妈妈的病是不是又重了？啊，孩子，你放心吧，你妈妈一定会好的。明明，阿姨一定会尽力给你妈妈治病的。阿姨，给妈妈做手术吧。明明，你妈妈现在身体很弱，不具备手术的条件，知道吗？好点了吗？嗯，娘，去把钱盒子拿出来。嗯。拿20块钱出来。嗯，妈，买什么呀？妈好糊涂，妈忘记了，今天是你10岁的生日。今天几号啊？明明，今天11号。嗯，妈这个样子，不能为你操办生日了。你自己去买一个生日蛋糕吧。啊，我不过生日了。为什么？人家说总过生日不好，总过就把人过老了。明明，妈妈知道你的心思，买一个吧，买一个小一点的也行，让妈妈也高兴高兴，啊，好吧。你看你吃的，好姑娘，漂亮，那给自己照照。
哟，明明啊，你可回来了，你妈妈都快急疯了。明明回来了。哎，妈，急什么？我都这么大了，还能丢？怎么去了这么久？跑了好几家，不是没有，就是蛋糕放的时间太长了，该吃坏肚子了。嗯，妈，我买包子了。你打菜了？是你小张叔叔特意从家带来的，快谢谢小张叔叔。谢谢张叔叔。明明，别客气了，喂妈妈吃饭吧。明明，妈妈不是让你给自己买点东西吗？没什么好买的，我什么也不缺。哎，你要干嘛？不用你管。哎，明明啊，奶奶有事儿吗？明明，来，快来，奶奶跟你一起过生日，快帮奶奶把罐头打开啊！不，奶奶，你留着吃吧，你的身体不好，需要补养。哎，客气了，不用了，这有的是东西，来，快帮我打开。哎呀，你看看，明明。在医院呢，咱们都是一家人呐！快来，来，住在医院里，大家都是一家人嘛。明明高兴点儿，我们这么多人跟你一起过生日，奶奶多好啊！啊，快点，乐呵点，孩子，就是嘛。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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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哎，好啊，好啊。妈，以后放学我想去卖香菜。卖菜？大夫说给你做手术要花好多的钱呢，我想攒点。那怎么行？没事的，我每天只卖一会儿，不会耽误时间的。不是妈不答应你，你还太小，每天要照顾妈妈，又要去上学，还要去卖菜，你这样会累垮的。妈，我长大了，你看我可有劲儿了。嗯，没事儿的，我能行。妈妈不能照顾你，也不能让你。妈，你放心吧，我肯定行。别说了，妈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去卖菜。妈，你别说了，我听你的。嗯。妈，今天我头朝下面睡吧。怎么头朝下睡呢？你腿的体温还不到31度呢，我给你捂捂。嗯，不行，会把你冻坏的。来，
多好的女儿啊！人家有爸妈的孩子，都在温暖的环境中撒娇，可明明却在为我吃苦受累。孩子，你的命好苦啊！你为什么偏偏摊上这样一对不争气的父母？我算个什么妈妈，让这么点的孩子为我没时没刻的操劳担心？孩子，妈不能去照顾你帮助你，妈也不能眼看着你遭这份罪呀。我这不死不活的，不就是没日没夜的拖累女儿吗？我这是在坑害自己的亲骨肉啊！我这样活着，还不如去死。老天爷呀，你为什么偏偏让我这个废人活着？明明我的好女儿，原谅妈妈吧。能上厕所吗？妈，你怎么了？又流泪了。又想爸爸了吗？你要到哪儿去呀？妈哪儿也不去哎，明明，干嘛坐在那儿啊？赵爷爷，我脱眉呢。哦，明明啊，怎么弄这么多呀？不多。来来来来来，不用了，你也帮你拍啊！哎，来，哎，过去，来，使劲儿，哎。不疼，你看爷爷真笨。都怪我，张明明。嗯，张明明，哎，你干什么呢？哎，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哟，你们同学来了。嗯，老师让我们找你商量一下明天的中队活动。哎呀，这是怎么了？闹反了？哎，我犯错误了。哎呀，啊，哎，真没手啊！
不洗洗手？嗯。妈，嗯，同学来了。哎哎，来了哈。阿姨好。哎哎，你们两个好长时间没到家里来玩了。阿姨，我们总来会影响你休息的。看你说的，你们两个常来呀，阿姨才高兴呢。来，你们尝尝我自己做的冰块。这是你做的？嗯，真的，真的，吃吧。这冰里都放什么了？真棒！静下说。明明啊，带同学当礼物玩玩。哎，妈，一会儿我给你洗澡。哎，不着急。明明，你还练琴吗？不总弹了，累了吧？这筐煤可真重，当然比棉花沉多了。来，坐下。嗯，哎，咱们明天演什么节目？你们还没准备好呢。没有，没有。我们演过好几遍了，可是不行啊，总是那一套，唱歌跳舞。哎，你呢？我倒是有个节目，可是不知道行不行。那你演演看呗。对，演演看吧。快去啊。我演的时候你们可不许笑啊。嗯，我准备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叫超生游击队的后代们。超生游击队的那三个后代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知道。老大叫海南岛。老二呢？吐鲁番。老三叫什么？少林寺。超生游击队的后代们都已经长大了，吐鲁番在新疆非常想念家乡的爸爸妈妈，于是他就坐火车回到了黑龙江的大兴安岭。他来到一个小村边，看到一个男人在卖菜，就上前去问：小童子，请问济南岭家在前面住不？呀，那模样咋那像俺爹呢？哎呀妈呀，这模样那像俺妈呢。你是外地来的？俺是。小童子，请问你叫啥名？俺的名不好听，你叫啥呀？俺的名也不好听。你爹是干啥的知道不？那你妈是干啥的知道不？俺爹弹棉花的。俺妈是穿鞋的。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你知道不？他们有个共同的番号你知道不？当然知道了。那你先说，咱俩人一起说。一二三，超生游击队。时刻里，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那些无私奉献爱心、精心培育我们的辛勤的园丁，我们的好老师、好朋友。同学们，下面让我们捧起我们精心制作的花环，献给我们最尊敬、最爱戴的班主任老师吧。的节日里，你们首先应该祝福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他们生育了你们，养育了你们，向你们献出了全部的爱心。同学们，请拉住爸爸妈妈的手，让我们共同跳起来吧。Go!
我看，你还是尽早去北京手术吧。我当然想去，可眼下没这个条件呢。我们厂里亏损。妈，我回来了。哎呀，明明，高阿姨，到取药的日子了。你看这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呢？这就够麻烦你的了。每天来家一趟，这活儿啊就让明明去干吧。孩子，快去洗洗脸啊。哎。哎，明明啊。嗯。你洗完了脸呢，到楼下去买酱油和手纸。哎。小赵，孩子太累了。让他歇会儿吧，我去。哎，不用管他。高阿姨，我去，我不累。这孩子。妈，我去了。去吧。哎，明明。哎，不用管他。来，坐下来。小赵，不能让孩子太疲劳了，他还小。你对他太严厉了。孩子从小就该让他锻炼。他爸爸活着的时候，也没娇惯过他。何况。我这病啊，有一天没一天的，不快把它敲打出来，我要真的去了，不是苦了孩子了吗？明明啊，快醒醒，明明！妈，你怎么了？又不舒服了吗？妈，没事，快去关窗户，玻璃碎了。哎，慢点儿。明明啊，别摔着。有轻微感染，要紧吗？不要紧。多少度？39.8。孩子太疲劳了。明明，先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张明明老师来看你来了，好点了吗？别动，你在打针呢。老师，功课不紧的话，让孩子多休息几天吧。啊，功课不要紧，我会帮他补上。老师，老师。我明天保证好，不会耽误课的。你别着急，在家多陪妈妈待几天吧。盲童在向你招手，
一棵美丽的生命之树，在祖国温馨的阳光下生长，一颗坚强的、充满希望的心在向你微笑。好，回去再复习几遍，把它背熟，然后把段落大意写出来。明明，妈妈心情最近好吗？妈妈的病又重了，肝硬化腹水。妈妈的腿也不能动了。老师，咱们走吧。好吧。Where's your dictionary? It's on the desk near the window. Are you sure? Yes, I'm sure. Where's your dictionary?It's on the desk near the window. Are you sure? Yes, I'm sure. Ma, 土豆皮切完了吗？马上就完了。Ma, 今天晚上咱们是吃土豆片儿还是吃土豆丝儿？你喜欢吃什么就炒什么呗。那就吃土豆片儿吧。明明。昨天那个语文成绩出来没有啊？出来了。怎么样？挺好的。妈，给我吧。打多少分啊？98分。In the next room. It's on the desk. 请进。哎呀，老师你好啊。你好。我顺路来看看你。看你又让你破费了。没什么。快坐下。怎么样？听明明说你最近身体又不太舒服。我这个病啊真没办法。你看你这么忙还来看我，真让我过意不去啊。明明呢？还没回来吗？回来了，在厨房做菜呢。明明啊，快进来，老师来了。老师好。你好。明明啊，给妈妈做什么好吃的呢？土豆片。去把鱼给妈妈做了。老师。去吧去吧。顺便给老师倒点水来。哎，不用了。老师啊，明明最近在学校表现得怎么样啊？这样好的孩子你还不放心呢？昨天的测验他打了多少分啊？93分，还不错啊。题量大，普遍考的都不理想。老师。喝水吧。谢谢。妈，你怎么了？明明跟妈说谎了。明明，你快做饭去，老师陪妈妈聊聊。怎么不说话？快去。妈，我错了，下次再也不这样了。你别生气。孩子，你不该，因为妈，妈妈这样做呀。赵姐，赵姐，你身体不好，你不能生气呀、啊。赵姐，妈，你打我吧，你打我吧。赵姐，你身体不好，不能生气了。赵姐，妈，你别这样。我错了，明明，你打我吧，不要这样，明明，你不能这样。老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明明不该，都怪老师。妈，你别哭了，听我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严格教育这是对的，可他现在还是个孩子。你们这个家，大事小情里里外外，从早到晚，白天黑夜，样样事都得他来做。他这么小，就承担起这么重的负担，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看看现在的小公主、小皇帝，娇生惯养。你有这样的好孩子，应该满足了。我不是看中他的分数，我生气的是他不敢跟我说谎。咱们应该理解他。妈，我去做饭吧。去吧。宁宁，洗洗脸啊。妈，你还生我气呢？哼，傻孩子，妈跟你哪有那么多的气呀？妈知道你是怕妈着急上火病再重了。可妈的病不好治啊。宁明啊，如果是妈拖累了你的学习，妈妈你放心，我一定把学习撵上去，取得好成绩。给妈，我的作文在小鸡嘴报上发表了。是吗？嗯。在哪儿呢？我去拿。拿来。这儿呢。我的家庭环境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自从我失去了爸爸后，我好像长成了大人。我学会了许多原来不会做的事情。劳动锻炼了我，劳动使我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在劳动中，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到了一种甜蜜，一种现代小皇帝小公主们从未有过的欢乐。我在静静地长大成熟，希望早日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是抢救呢啊！哎，宁宁，哎，宁宁，